我嘛对你的言啊，嘛是一届过一届对我的提醒，嘛是对我相信嘛是对咱在座每一位咱大家人的提醒，咱当心过一届当心来祈祷。不是阮有啥物，而是上帝用你的听吸引阮，呼召阮，把阮摊到伫你的面前，我很感谢。我们在你的面前继续来听你所要对我们所说一切的话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学习听你，我们学习跟随着你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如果人要问我们说在圣经里面有什么样的故事让你印象最深，你说对一个故事，我小孩的时候很兴奋，那彼得可以在水顶上走路、哦、哇，有信耶稣的人有人这么厉害，我可以在水顶上这样走、啊、每次我来吃饭的时候，祈祷的时候我都会想到那个两尾鱼五块饼，好，伊祈祷了，是不是牧师祈祷了？啊，迄食饭剩的遐菜阁有剩，啊，阁汤啊炸转去。我啊，迄好过像个查甫人食饱，啊，大概大大细细可能万几个人食饭，哇，迄是一个足奇妙的现象。我细汉的时阵，个印象上深的都是哥利亚的故事。这个啦，哥利亚。啊，这个里啊，大概差不多，听伊讲，伊差不多有三公尺高。迄个就是 NBA 的球员啊，姚明，加上两公尺三的款，两公尺三的时阵，咱大家人拢都爱去安尼看的时阵，啊，若三公尺的时阵，差不多咱的两倍，吼，什么迄种？啊，迄是什么款的情形？我唔知咱是要看到这边迄个，还看到下骹迄个，但是图，予咱有足大的 impact， 予咱足大的影响。讲，伊要咱讲什么物件，咱一看咱就知影。啊，迄个知影，佫唔是咱一项事安尼尔，两个人徛伫遐，唔是遐尼简单。予咱看起，迄背后济济，予咱通艰苦的事。啊！咱看起哥利亚甲这个代表，咱嘛是看到两个人伫遐咧相战，安尼尔，是迄个中间有济济项事，予咱伫遐安尼心感动。有一天，扫罗就带伊的军队，腓力斯人嘛带因的军队，两边对立伫遐，啊，因下面有一个山谷，啊，准备要相战。啊！在因古早的战争，有时阵有某一款情形，就是会当各，那像咧拍篮球吼，叫做单挑的斗牛，啊，一人一个人出来，啊，拼拼来看谁赢啊赢。那阵菲律宾人，迄个人代表赢，也就赢。啊，那阵是这个苏伦这边，加以色列人，那有迄个代表赢，爱就赢。嘿，这是古早的战争，有包括这款的情形。哥利亚。是一个 giant， 是一个啊高强大汉的勇士。不过以色列人敢讲是土所做，敢讲是两个手啊拢无法度甲人相争。咱若去读到迄个撒母尼上卷九章二十，你也知影安那描写，伊讲扫罗写作作引导。我唔知啊，扫罗啊缘投啊，迄、那个特别马龙缘投，扫罗文马龙做缘投，唔知是唔是安尼？但是伊特别描写讲吼，大概扫罗伊吼比所有以色列人拢加一粒头。顶看卖咧，换一句话讲吼，这个扫罗嘛唔是省油的灯。啊伊吼，人都开始撒布尼，伊啊抹油。
高丽做王的时阵吼，大家人搁安尼来看咧，看一下。啊，伊吼，伊第一个战争是将阿文人拍到寸草不留。这战争了后，大家就服伊啊，讲哦，伊真正是阮的军师啊，是阮的领袖。咦，这个以色列军队内面也够有扫罗伊的囝约拿单，嘛足够修正咯。然后因的将军，吼，在阿尼尼，伊嘛是足够修正的人。啊，伊唔是无人才，但是这个故事足趣味，这个故事停留伫一个所在，让大家足紧张，就是因为有一个三公尺高的哥利亚出来，啊，逐天徛伫。早起也出来，暗时也出来，徛伫这个因以色列军队头前讲：“好大佬，我出来！”伊安尼喊四十天，无人敢出去。嘿，啊，以色列内面拢无人，拢无高人啊！上啊，圣经里边写讲，这四十天内面哦，啊，扫罗哦，当然啦，啊，惊吓，伊当然惊，啊，唔知变安怎才好。啊！来再讲，进入一只球啊，消风器，上三款，就是安尼，规个拢总消气。一个安尼国王啊，一个领导一些的百姓的一个啊，一个勇士，嘛是消风器呢。看到一个对敌啊，三公尺高啊，安尼消风器。这个故事足趣味的、就是，突然间有一个啊，各样的人啊，咱的英语叫做 youth。我这句话是真有可能是 teenager， 真有可能就是真一个真少年的高音啊！大变，伊出来讲，我来甲伊拼。我想，咱想看卖，你哪阵是扫罗？你愿意无？无受什么军事训练呢？高音啊呢？啊！唔知天地几斤重，这是震惊呢，唔捌甲人相争过。啊，佫讲吼，啊万一啊若台输咧，迄台输可能性足大呢。一个狗囡仔，迄三公尺，啊，阮都看到会惊。啊，一个狗囡仔要甲伊相，要讲你要甲伊拼，迄袂滚笑一，输就是输呢。你一个人若拍输，阮就是爱投降啊咧。啊！圣经里面在讲，哎，扫罗那亲像安尼，乱的分寸，伊家己都唔知变哪只好啊。好啦，让你去呀。我唔知这个王，这个勇士是安那咧做的。哎，圣经到古锥，伊迄领迄落扫罗的迄个真重的这盔甲吼。伊嘛穿袂落去，讲啊，我穿这安尼，哎，真客家客手。伊手提啥？一个高圆圆乖啊，啊，佮第一个锁啊，啊，去捡五粒石头。嘿，圣经迄个故事上较趣味的是，因安尼突然间安尼，即因两个代表到面前的时阵，安尼喊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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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呼一个啊，过嚟啊！都红台戏，啊、哦！这个故事我写的时候，我就是讲，我拿迄个台笔的时阵，安尼喊咧喊咧喊咧，因为我写的时候拢爱耍迄个啥，迄个胶片啊，啊，就去别想要去迄个别去弹迄个胶啊吼，啊，也是讲去看人遐有迄个笔啊，啊，想要去甲啃。想要去偷板的时阵，啊，唔敢就用安尼用的时阵，嘿，拢弹袂准啊。我那亲像安尼，特别咧，安尼，混一个，落海水，唔知要偌好。一个故事，真戏剧性的结局，就是哥利亚死去，代笔将哥利亚杀死。现在咱听你这个所在，这是过去的故事。不过，唔知伫咱捌想过讲，伫咱的性命内面。在咱的性命，在咱一生中间，咱捌拄到哥利亚无？我去讲一解，
在咱的一生中间，咱捌拄着哥利亚无？即个伫小组查经的时阵，我用这段的圣经节，啊，大家做伙想讲，我问讲，咱问同款的问题，讲啊，咱唔知捌拄着这个啊哥利亚无？大家就踊跃的去回答。头一个讲，我足惊失败，因为我安尼真无简单啊，两个行李挂咧啊来到美国，啊我足惊我若失败，我根本都无面通啊等伊见我诶等伊相亲。通常啊对美国等伊，甲我讲你伫美国真有成就真安那，啊我唔敢等伊，我会惊。有人讲，我的哥利亚就是破病、身体欠安，甚至是死亡。死对我来讲是一个，有时阵我知影死去登去上帝遐，但是我心内有足侪挣扎，我改成还阁无准备好，他要登去上帝遐。毛人甲我讲，毛人讲，我一孤单。我常常我伫 internet 顶关底下有足侪朋友咧讲话，但是我无朋友甲我面对面，我拢关伫我诶房间内面，我无安全感。万一我若有啥物代志诶时阵，我拢毋知要安怎才好。另外，有人讲。我的哥利亚是啥？烦恼。我烦恼我的囡仔，烦恼因的工课、因的学业，烦恼因的婚姻。我嘛烦恼我家己的婚姻。嘛有真侪人讲去到讲，我那像人际关系有一侪问题，唔知要怎样才好。看你这么，这这，拢有可能是变作咱的一生中间。刚才咱当初讲的足侪足侪，但是这拢有可能是咱的一生中间，伫咱的性命内面，咱可能会拄到的哥利亚。你无法度躲笑，那边啊，伫这个故事内面有三个人，这三个人。真重要的人，通值得咱去思考的，予咱去来想看伫咱的人生中间，咱某类似即款的经验。头一个就是哥利亚，哥利亚伊靠势伊安尼足高啊足悬，啊伊拳头武啊是伊足侪 muscle， 啊然后呐，伊认为讲伊有法度拍遍天下，无一个人是伊的对手。咱捌看过这款的人无？在咱人生中间，在咱的世俗，咱慢慢看过这人。伊认为伊一生拢真顺利，啊，或者是伊要爱啥就有啥，伊足啊嘛足拼的。伊认为讲遮的困难，遮的啥物事，拢伊拢有法度 handle， 拢有法度处理，所以无问题。有这款人，伊唔免需要宗教，伊免需要上帝。恁那是无法度，恁那是失败，恁那是啊，拢总是有困难了，才去找上帝。我无需要。第二个，扫罗，扫罗有信上帝无？有呢。哦，啊，以前吼撒母尼啊，在伊高立的时阵，伊妈呢啊足虔诚的呢，但是。咱回去吼读这个故事，从头读到尾，伊捌讲到上帝无？但系一个所在讲到，因为代表来讲，啊，我来去，我来去教哥利亚拼。啊，第十七章的三十七节，圣经是安那讲，所以讲，去啦。咱大家讲，希拉，阮上帝甲你伫地，还是啥物意思 ？Good luck， 差不多是迄个意思啊。
他们讲上帝家的地带，我无去啦，按上帝家的地带。伊以前有信仰，对上帝有信仰，以前讲伊个上帝敬畏上帝，但是伫整个这个故事里面，拢无讲到着上帝。惊吓，唔知要怎样。万一若拍输，伊个王位嘛会无去。哎，有济济的跨路，有济济的烦恼中间，即予咱想起到讲，伫咱的一生中间，咱嘛有心想，说落一样，当咱拄着无法度去面对、无法度克服、无法度解决的困难的时阵，你安怎做？时到时登，啊，无必然啦。朱汉吉通传到桥头自然直嘛。啊，无变安怎？啊，无变安怎？真正是安尼。啊，日子嘛爱过，但是压力足大个，就变安怎？忍啦，忍啦，忍忍嘞吼，莫去想遐代志，莫去烦恼。啊，佫讲吼，食啦，吼，非得食咧巴肚内面较实在。啊，遐困难，啊，迄，再佫讲。啊，另外冇安啦，食 drug 食毒，放好袂记哩啦，放好伊袂记哩啦，非得人生就是安尼一场嘛，一场梦嘛。啊，冇人咧是讲，啊，无我逐工就是 internet 中间，吼、哦，我会当去偌济所在咧，啊，我要看啥，要看啥，要爱啥就啥。但是我用足侪时间伫 internet 顶玩，但是我的问题，我无要去面对。这是第二种、第二款的人，但好难去想，啊，咱敢有时阵买进就安尼嘛？来，咱看台笔，这个故事内面台笔讲一寡话，无讲偌济话啦吼，无讲偌，伊也毋是讲讲道片，但是讲一寡话，啊，迄几啊话足趣味。头一个，伊伫十七章。伊则讲以前上帝安那咧救我，即马我相信伊嘛会安尼救我。现即摆咱有这个信心无？咱有时拄着唔知要安怎的时阵，咱有时当咱讲啊啊啊！我请咱设想一下，日头落伫你的头前的时阵，迄、那个乌影是伫，迄、那个乌影是伫伫什么所在？你若倒变过来的时候，你若你头壳遐面对日头的时候，影伫底，伫你的头前。代表足知影，伊想到以前上帝安那咧疼伊，安那咧拯救伊，迄上帝稳定，根据伊过去的信仰的体验，伊相信讲，即摆上帝永远咧拯救我。哇，水！第二，第四十五章伊讲哦，你是我靠你手来的刀啊、枪啦，还是你安尼汗臭较悬？啊，我靠啥？我靠耶和华的名，甲你征战。啊，四篇十篇第七章就讲哦，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是我安独独未讲起耶和华的名，同款的意思。我是我靠。好，瓦克，这个万军的耶和华，咱的英译的时阵是 The Lord of Hosts， 迄就是有足济上帝，有足济安那兵马，足济天使，足济军兵底下咧守阵，你惊啥？第三，四十七节，伊底下讲起，嘛讲啊短短啊，尔讲，我知影，唔是你搞，唔是我搞。你整个的战争，整个教授赢甲输是在上的手中。伊说 ：“Almighty God 是伫大观联上帝的手中。”听清未？这个故事内面代表是神话一个讲过偌济话，但是所讲的话拢讲到上帝。
咱有时讲足侪话，但是拢无讲到上帝，有无？有。因为咱上爱一直来讲给人听，人咧讲话咱不爱听，但是咱咧讲话中间拢无去想着到讲讲到上帝。这个代表伊伫遐，伊要面对哥利亚的时候，伊当然想着上帝利益，伊无想着哥利亚，所以专心挖苦上帝。咱说停一下，咱若挖苦上帝，啊，都拢唔免做啥物代志吼。代表，代表做啥？又起啊，起烧落的迄领盔甲。啊，老伟讲无效，我袂管事。啊，伊都要举一支，伊普通时举个拐啊，然后过去迄个溪边去捡五粒圆的光金金啊骨骨的石头，放伫伊地啊。安尼够唔够？有啦，应该有够啦。但是我要问咱一个问题：伫伊甲哥利亚修战以前，伊捌？摕着迄个锁啊，啊用石头去赶遐个野兽无？伊有 practice， 伊有 practice。伊毋是伫遐讲我祈祷上帝，上帝啊，你拯救我，然后坐伫遐，然后等上帝献出神迹来。伊普通时都伫准备到伊需要的时阵，上帝迄个真重要的时阵，伊出现。挖靠上帝，我出过当代咧讲挖靠上帝的时候，唔是坐伫遐，逐项拢无买，拢啊，上帝好话一定上介好，啊，我就伫遐相信，我就坐伫遐拢买叮当。特别伊好好的准备，然后伫上帝的帮助内面，勇敢来面对哥利亚。虽然真清楚，唔是迄个高音啊，